何心，你干嘛？你疯了吧你？对，清醒的疯子，我知道我在干嘛。 这一辈子，我只爱你一个女人，我会守护着你，我会守护着你一生一世。不管你是有病也好，健康也好，我都将永远的爱你、敬你，陪在。 你身边，你疯了吧你？希望你做我的妻子。我没疯，我知道我在干嘛。我怕你会后悔。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后悔两个字。你在逼我吗？没错，逼的就是你。 你干嘛去？说什么说？哎，你干嘛去？刘亮，等会儿我跟你说。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要回家，累死了。我再跟你说最后一句话。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青椒先生？什么青椒、黄椒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行，装是吧？你手机响了，你怎么不看看私信？你要干嘛呀？ 帮你谁帮我呀？你问问这电梯里谁不赶时间？您男的怎么这么不大度啊？我怎么就不大度了啊？你自己关键时候这么胖，你压了电梯的秤，你怪别人不大度，什么逻辑？什么素
质啊！又是来踢场子的吧？啊，有剑拔剑，有牙亮牙啊！出招吧，接着。现在呢，不仅这个画廊是我的，连你也是我的。干嘛了？是不是该领证了？急什么呀你？我能不着急吗？这事儿必须马上办，迫在眉睫。领了证，甭管谁啊，就不能再打你主意，对吗？对吗？你以为人家都像你一样傻呀？现在谁还惦记我呀？哎，你可别逗了，猪猪你。哎，我远的不说啊。耿大志他算不算？一天到晚是不是对你虎视眈眈来着？我打他的心我天天有，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妹妹的合伙人，我不能打他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他对我不构成威胁，无所谓的事儿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爸。你爸，太可怕，大老虎。真的，我特别怕你爸，我确实怕你爸。你爸那眼睛一瞪我，我真的就傻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这辈子我当警察这么多年，我没有怕过任何一个人，就是你爸，太吓人了。你觉得我爸现在还能跟你争啊？我告诉你吧，你爸真没指望，说翻脸就翻脸，本来人家就不喜欢我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如果这证不领的话，他能承认我这个女婿吗？对吗？还有就是，我必须得让他看见那个红本儿，是吧？然后那个白纸黑字儿，红章，咔嚓一下踏上去，知道吗？行了行了，瞧你把我爸给说的。反正咱俩必须得赶快领证，合法化，我就踏实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俩现在不合法呀？咱俩现在确实不合法。我说句良心话，怎么能合法呢？对不对？得了吧，你呀，就是警察后遗症。你听我说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不准反悔，明天去领证啊！甭管什么事儿，搁一边，行吗？不成。你戴没戴我大戒指？对吧？你戴我这么大一戒指是吧？38克拉的，你现在告诉我你不嫁给我，你不跟我领证，你合适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你让我睡踏实觉成吗？你就让你亲老公睡一踏实觉好吗？你嫁给我，我就踏实，要不然我总怕变成虎视眈眈的。就是行吗？答应我。真的。说什么呢？不是猪猪，你觉得这美吗？啊，太糙了吧！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不是我批评你，真的，太糙了，我看不过眼，配不上你。这样，猪猪，明天早班咱们飞纽约、巴黎吧，巴黎。明天一大早我们飞巴黎。我给你订世界上最好的婚纱，没有比他更好的。得了吧你，好一万倍，我才不要。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那个婚纱的事儿先往后放，那咱们就先说这领证的事儿。明天我们领证，就这么定了，好吗？
别再犹豫了，猪猪，你再犹豫，我今天得非死在这儿不可。真的，你非要把我逼死了。我自从跟你好以后，我就等着这一天，我就等这一天，我就差这么一哆嗦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佳儿，这辈子我只爱你。好吧，就看在您可怜的份上，我就答应你。我是天下最幸福的人。放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还有什么？您一手说完，你别大喘气，成吗？我想等我生日那天再连，好吗？生日？那不得半年以后的事儿吗？你等不了啊！别说半年，十年、二十年我都等得起，一辈子我都等得起。你还别激将我，真的，我等你一辈子，怕什么的？没关系。可以，我答应你，好吗？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你现在还有事要求我是吗？对啊，公平合理嘛。我答应你一件，你答应我一件，而且这件事你不可以拒绝。行，你说。证可以往后放，婚礼必须马上办，仪式很重要。不许不答应。什么时候办啊？这周末。睡呢，梅兰，我说给你收拾收拾。哎，我来我来。不是不用我吧？别收拾，您好好休息吧。啊，别了，没事，就得了。完事儿了，我趁你回去之前，我得把这都弄干净了啊！你
你先坐着，先坐着歇着啊。那您早点休息。没事，没事。夫人，您叫我呀、啊？赶紧去备车。啊，我去找那核心少爷，好好跟他谈谈。好。啊，这这么晚还去啊？怎么了？我这闹心的，我睡不着。我一闭眼全那女的，我这火就忍不住，突突突突突。哎呦呦！快气死我了！别，夫人，您可千万别生气了啊！您得消消气儿。这张医生都说了，您这身子不得保持心情愉快，不能生气。我倒是想心情愉快，我愉快得了吗？啊！你是没见过那女的，装的跟那什么似的啊？那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。夫人，您这把少爷给骂了。这没一个好东西，都是。对，没一个好东西，这这种女人绝对靠不住。不过吧，你说这不过什么呀？赶紧说呀！不过吧，我就觉得什么意思呢？就您现在就这么着去找少爷的话，达不到什么效果呀、啊？那你说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我恨不得马上揭穿那女的真面目，那就是一个唱大鼓的。对，唱大鼓那个。哎，你有什么主意帮我把那个少爷跟这女的立刻断绝关系？你平时主意不是挺多的吗？嗨，夫人呐，咱们现在吃亏的就是没有证据。你别说少爷现在对他着了迷了，那就是一普通朋友，你也得有真凭实据啊。要不然凭少爷那脾气啊，您就是跟他说了，他也不照您的去办。啊，你的意思咱们还得先找个证据啊？对，必须得有证据。这俗话说得好，狐狸的尾巴藏不住，忒大尾巴狼做什么小白兔啊？就叫那个什么猪什么，哦，这个他早晚有一天得露出马脚来。您瞧好了。早晚。就这一天我还嫌长呢，哎，你说他们这一家人安的什么心呢？明白人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只有核心傻乎乎的。是啊，你说这少爷，夫人，你说这人都有逆反的心理，谁能说自己的眼光不好啊？那就是意识到了，那也不会承认。所以啊，现在啊，您越是着急说他不好，那少爷就越把他当成宝。哼，都欠我不管他。行了，等他吃了大亏，哎，他就知道了。哎呦，您说的，您千万不能不管他呢。少爷就是因为心眼太好了，所以才容易上当受骗。这么着，夫人，您先稍安勿躁，啊，这个千万别让少爷觉得您是对他有偏见而不喜欢人家。我这边盯紧一点，等将来咱找到证据以后，咱立刻去找少爷，那时候准保有效果。那行了。啊，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哎，那行，夫人，那我先下去了啊。哎，回来。哎，夫人，您说。你明天呢，去找两个靠谱的人，把这俩人呢安排在这少爷的公司。哦。时时刻刻帮我死死盯着，有什么情况立马就告诉。行，您说的对，我回头就去安排。啊，夫人。吃早点了，叔叔。
猪猪，吃早点了。我。哎，爸，您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我给你买早点去了。你上哪儿去了？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您在家等我们啊，一会儿一起吃中饭。就这样，挂了啊。哎哎，等你们。稍等啊，马上就来了。哎，好的，先生。何心，楚楚，打通了吗？打通了。来，就等你了。坐这儿。怎么能我坐呀？哎，先生，肯定是你坐。按照传统的观念，先生得坐到椅子上，男左女右嘛。这您甭管，我们家有特殊情况，他就得坐着。别坐下，你先坐，待会儿我坐。来，那行，我坐着，你坐我腿上。来来来，来，新郎新娘坐好。哎，先生，这又不对了，这女的也不能坐腿上啊。你呀，甭管那么多了，只管给我拍好，成吗？好嘞，好嘞，先生，坐。好啊，好，坐好啊。来，两人亲密点，亲密点。对对对，放心。来，站这儿啊。来，一二三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换个动作，换个动作，换个。啊，还要换动作。新娘站起来。对对对对对，站。不行，你必须得坐。好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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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嘞，亲密一点。一、二、三。叔叔，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？照相去了，结婚照。让叔叔看看。爸，给您看看。家吃饭吧。哎呦，我想着咱们出去吃呢。对，咱们出去吃吧。啊，都订好了。不是，外边吃麻烦啊。你说猴老累的，让猪猪。我不累吧？那咱就在家吃吧。嗯，你这么着啊，你歇着啊，你歇着啊。然后呢，咱们俩出去买菜。买菜啊啊。爸。
们俩去吧，要不我一个人我也拿不了，我拿不了。哦，好，好主意。那个你，那你歇着啊，睡一会儿，睡一会儿，我俩出去买菜去，等会儿就回来了啊。这不是去菜市场的路吧？坐会儿吧。哎，说实话，你到底为什么想和猪猪结婚？我爱他，他也爱我。猪猪得了癌症，你也爱他？没错，我管他得不得癌症呢，我都爱他。他得了癌症，我更爱他，我更心疼他。我不能没有他。但是现在没办法，他得了癌症，我怎么办呢？这事儿你都不理解吗？我问您，想当初您跟阿姨，如果你知道阿姨得了癌症，你也会娶她，没错吧？废话，那不得了吗？我跟你选择是一样的，我觉得咱们俩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你们家里那么有钱，你说你缺女朋友吗？你不信任我，你到了都不信任我，你对我有偏见，这个我觉着我无法改变。我琢磨不了那么多，我现在每天在想的，就是我怎么能让猪猪高兴，我要让他每分每秒，他的开心，我要让他忘了这个病。我现在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这个，我想不了那么多。可心啊，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啊，猪猪现在得了癌症。你心里边应该清楚，癌症。你说，万一是你脑子一热，一时激动了，怎么办啊？是不是是在为你考虑呀？那往后的这些个事情，你都想好了吗？你都做好思想准备了吗？一旦出现什么事情，找不着你了，猪猪怎么办？伤心的还是猪猪啊，是不是？我就跟您这么说吧，叔叔，你说我没往后想，我已经把我们两个想到最后了，我埋好了跟他在一起的墓地，你别笑话我。
我这辈子只有他一个妻子，我只爱他一个人。我最后死了，也要和他埋一块儿。既然老天爷他不让我们生的时候在一起，我们死了也要在一起。就这么简单，我也想不了那么多。你说我冲动也好，我不管那么多，反正我就是拉着他的手，一直走到最后。我们俩结完婚之后呢，我准备带她去度蜜月。我让她把想去的地方给我列出一个单子，我们准备结完婚马上就走。同时呢，我在瑞士最好的医疗机构已经给她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，到时候去了之后就不由她了。叔叔，我对竹竹是真心的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陪着他到最后，成吗？哎，对，完璧归赵，物归原主。怎么在你这儿啊？田秀美当初骗你的时候，您那口供不是说了吗？当时把这给当了。我第一时间给您赎过来了，一直没找着机会给您。我知道这对您来说太重要了，这里面都是您跟阿姨满满的爱。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他了呢。叔叔，我爱猪猪，就像您爱阿姨一样，请你相信我，把她嫁给我吧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婚呢？你结婚这事儿，你父母知道吗？知道，但是他们在国外呢，现在赶不回来。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父母都不到场？这事儿我考虑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只是小办一下。冲冲喜，让猪猪高兴一下。等我们正式领证之后，我再办一豁大的，行吗？那就按你说的办。走，买菜去。我装里头。哎，何喜，
谢谢。说什么呢？这都是晚辈儿应该做的啊。买菜去，猪猪还跟家等着呢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最爱吃的就是炸酱面，真的。我觉得这时候你得传给我，是不是？这可是我们老朱家的不传之秘啊！哎呀，不过我可以为你破回例，真的，就看你悟性了。吃一回，保准记住。嘿嘿，吹吧你！搁这儿吧，叔叔。搁这儿。好嘞。哎呀，很荣幸啊，能给你打下手。你可得真教我啊！教啊！好。那什么，你别动啊！啊！哎，咱们一步一步来。好嘞。吃口香蕉，哎呀，乖，吃一口香蕉嘛，宝宝，三弟，宝宝，哎呀，你今天吃多了，你看水果都不吃。三弟啊，你说你不吃肉都长这么胖啊？懂什么呀？这叫珠圆玉润，你懂吗你？来吃点。你说人什么时候能改成狗这种待遇？那人什么时候才能像狗这样有无私贡献的真爱呀？哎，真羡慕 Sunny， 有人疼，有人爱。啊，我等你啊。那等哪天我会不会也像 Sunny 一样，也不能吃肉了？那当然。哎，你说你这段时间在这儿吃素，身体情况是不是好多了？啊，身体特别好啊，心情也跟着好了，棒棒的。Sunny 啊，吃一个嘛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吃水果呀？嗯，妈妈喂你。我也想像三妮一样，有妈妈喂。还想干点什么呀？你干嘛呀？来，喂，何欣，是我。哎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呀？啊，挺好的，谢谢关心。
作为好朋友关心你一下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嗯，哎，我问问你啊，你最近感情怎么样啊？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们马上就结婚了。